陛下明册。陛下。什么？陛下，太祖崩逝，后宫嫔妃40人，据申讯从葬。依太祖定下的祖制，凡后宫无所出的嫔妃，俱要从葬于底下。多少人？16人，俱要从葬。陛下。慢着，请皇后娘娘吩咐，凡殉葬妃嫔的家人，按旧例给予优恤。父兄世袭锦衣卫千户，庄妃侍奉先皇久矣，要好生送他上路。去吧。是。我将去侍奉陛下，自要梳妆打扮。谁允许你们如此放肆？没规矩。庄妃娘娘，请。我自己走。娘娘，娘娘，子衿，不可无礼。子衿，庄妃娘娘，奴婢给您做了核桃酪，您尝尝。王思善，我只是想尽最后一点心意。
小时候在江南，娘给我做的核桃酪就是这个味道。娘娘，不论多么出色的食材，世间最美的味道就是家乡的记忆。对不起，我欺骗了你，我走出紫禁城没有想再回来，可江夫吓跑了，我只能背着我娘一家一家的敲门，可往日攀附我们的亲族谁也不敢抗旨收容，可我这双脚已经走不远了，我即便生出双翼也没办法飞出这里。娘娘，该上路了。我在这世上最后的时刻是暖的，娘娘，皇上驾到。陛下来了。陛下是特地来送行的吗？今日我甘愿赴死，恳请陛下记住您的诺言，替我好好赡养我的母亲，不要让她流离失所，无枝可依。陛下，阻止不可为。